哎呀，出这么多汗，嗯，来，睡过来吧，我的被子比较薄。啊，我不是热，我现在身体就是这种情况，没事儿，你快睡吧。你不用管我，我是更年期，多量都会盗汗。啊，我吃了多少药都是这样。 一阵阵的，你睡吧。这么多天一定没有好好休息，是不是每天都这样？嗯，有的时候半夜盗汗多了会惊醒。医生说这都是正常现象，我还不属于最严重的。 你不要害怕，如果发现我突然说梦话，声音很大，你不要理我，啊！哎，怎么？你去哪儿？现在就害怕了？我去打点温水，给你擦擦，这样睡觉会不舒服。哎呀，不用，我习惯了。还不能习惯，现在有我了，不能再让你受这种罪了。 你半夜醒了叫我，我再去打水再擦。哎呀，柏芝，你不要这样行不行？我不想擦汗，真的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我不习惯这样。我希望你能尊重一下我的感受。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定。也许你觉得我有些过分，可这就是现在的我。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，只是我变了。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年纪了，我们也这么久没有在一起。其实我们之间早就有了陌生感，别再强势我了。你肯这么做，我很感动，可是我不能接受。对不起了。这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你将来要是老了、病了，躺在床上不能动了，大小便都要我来伺候，我是你丈夫。 这种强势我还是要做的，在我眼里你一点都不陌生，躺在你身边我很自然。当年，你不是也这样照顾我的吗？一坐就是半年，没睡过一天踏实觉，那现在怎么，你怎么就不能让我关照你一下呢？那是当年，我们都还年轻，我也很自信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你不懂。我不懂。 从前你是我老婆，现在还是我老婆，你应该像以前一样自信。我们说过的，两个人要相互关照到永远。那以后我要是病了，你就会不管不做了，啊？你能不能小声点儿？德宝听见又会不安的。我已经伤害他很多了，慢慢来吧，啊？将来也许我会习惯的。 睡吧，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想起我们的当初，请你理解。你不是说明天早上陪我骑车上班吗？好好睡觉，但愿我们会一天天的好转。放心吧，我会按时吃药，稳定情绪。我也不是每天半夜都会醒的。睡吧，啊。 你这样不停的出汗，身体一定会很虚弱，还是多轻轨吧。你怎么又要强势？不，就骑车。
孙大夫，早。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去把它扔掉。扔掉干什么？我从来没有吸过，都不知道烟的味道多远呢。昨天试试啊，感觉是不一样，是最淡的那种。那好啊，我再去给你买几条，不能让你太冤。你多抽一些，这样感觉可能会更好。哎，孙大夫，孙大夫，对不起，我不抽了，我马上扔掉。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，你现在应该想的是怎样才能对得起自己。你也是医生，你应该明白，你患的这种病，即便是找到了配型，还要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是否能马上进行。就算是平安地度过了排异期，你的生命也是有限的，为什么不能好好为自己想想，给自己个打算，活好每一天呢？都什么年纪了，还这么多愁善感。早知道你这样，那天我就多余把你留下，更不该把你安排给我自己。真不知道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。没见到陈柏芝那些天，你心神不定，可见到陈柏芝了，你也不定，连纸烟都吸上了。你这么没定力，今后谁还会对你有信心？费奶奶，您又去买菜呀？啊，哟，看您脸色有点不大对呀。没事儿。陈局。啊，大妈。今儿不是登车子再去执行任务吧？不是，送婷宇上班。我们要锻炼锻炼身体了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啥东西啥用处。你执行任务骑着不行，忒慢了。前一阵子看你那伤受的，让思平他爸呀，可是愧疚了一阵子。嗯，壮实多了，壮实多了。对，壮实了。大妈，你跟大叔解释一下，我受伤啊，不是因为其他装的这辆自行车。他这个车装得太好了，特别轻便。我还跟局里人炫耀呢，这是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装的，罪犯看见都跑。对了，往后您别叫我陈局了，我不早跟您说了吗？我小名啊叫东子，你们家东南的东。知道，知道。对了，大妈，我一直想问问你，东南和思平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儿啊，现在思平的病可是稳定多了啊，胸上那个手术也保住了。哦，两口子配合的可好了。我还真以为怎么了呢，没事就好。我听德宝说啊，您说思平他爸最近气色都不太好，好像家里也出问题了，因为他前阵子在走廊听见他们俩在屋里吵架，挺厉害的。啊，咱这不是老楼吗？隔音差。他也不是故意去听的，他是替您担心。这婷宇不是跟您最好吗？他说有一次两个人吵得很凶，东南摔门出去了。我印象他们从来不吵架的。怎么了，大妈？没出什么大问题吧？哎呀。那两口子吵架那不是常事儿吗？没事儿的。大妈，现在不能再让他们吵了，东南马上就要带队比赛了，市里还等着他们拿金牌回来呢。他们这次那可是代表国家出去的，竞争强度跟以往不同，得让他们踏踏实实的训练。
思平曾经也是很优秀的教练，应该能理解。东南心重，我那天在走廊碰见他，就发现他压力很大。东南是个好小伙子，我们看着他长大的，错不了，什么闪失也落不到他身上。误解多了，伤感情。宁二老也注意身体。 那还不是因为思平的病吗？没事了，东子，你呀，快忙活你的啊，赶紧送婷宇上班，别误了，我呀还得上菜市场，人家思平啊搁家还等着我呢啊！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下来了？不是说好了等擦好车去叫你吗？ 耽误不了你上课。放心，我们保证比轻轨还快。你找地方坐会儿啊。你怎么管起别人家的事儿了？就算东南和思平出了什么问题，也不是我们该问的。你是不是觉得退了休无聊啊？连居委会都不肯管的事，你都要去过问？那你再回去当局长好了。我不希望身边跟一个多嘴的人，一点都不顾及对方的感受，什么都问。 特别是人家不想说的，东南怎么是别人的？他一直把你当姐姐。就算他们真出了问题，首先你就要管。东南怎么还知道过来安慰你啊，替你分析？那他也应该得到关怀才对啊。我问过了，人家挺好。你是不是觉得谁都会像我们这样总是有问题啊？你是想找到心理平衡啊？ 还是真的关怀人家，你要真关怀，就让人家平平安安的，不要往人家疼的地方扎。放心吧，人家没事儿，因为东南不是你，思平也比我优秀。你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火？我今天不想骑车了。